2023购车风向球大调查，台湾有30%多的车主买车用现金一次付清。您知道平均准备多少钱来买车吗？地球黄金线首次携手 TVBS 民调中心推出2023购车风向球报道，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以及购车攻略，看完整民调还能够抽咖啡哦。